场就转用心了。他在大学，各位知道他在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，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去参加了。那他很幸运的也得了奖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天堂不是想象的那个。这个歌词里面呢有很多正向的追梦的那种能量，其实跟台湾大哥的精神很像。现在我们都用四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现在准备五驱了，哇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想那个五 G 呢，就是2020年又开始五 G， 我可以期待更好的、更快的速度。谢谢董经理，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只有聊聊天，我们要帮观众争取福利。请问总经理，您有带什么福利来吗？啊，有，我带了一个，就是一定要惊喜一点。你有参加过我们的奖品？对呀，对呀，你得演一次，有没有带福利来？啊，拜托啊，拜托。请问总经理，您带来的买凤购物金是多少钱？38000元。
我说我已经玩这个无尽模式快要玩一个小时了。现在过12点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了。像我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打败我，哈哈哈！完全没有人可以打败我哎！我就算全程不按攻击键，我也不可能会 game over。我现在有个重点就是，我要怎么结束这个游戏？呵呵。累，这样好累啊！不是普通的累，这个有一个会直接死掉的点，赞赞。没死完，我都去上完厕所回来。哦，差一点2分钟就过了。啊，不行不行。耶，剩下10条血了，打到30000就不爽了，现在都已经。现在都快要12点半了，啊！嗯，那是因为我拿到全宝石，所以才会这么久。嗯，我看看，一般没有拿到。然后直接玩，没有拿到宝石，然后玩无尽模式。你看那个射球球的多麻烦啊，距离超远耶，就是因为它距离超远，所以它才可以在。哎，这边也是一个点。
剩八个。声音低些一点，过来。那跟超快的。我花了一个小时嘞。好累啊！啊，忘记拍照了，好吧，算了，没差。等一下，我的奖励已经，3800了，3900。这个游戏大概就真的到此为止，因为目击模式为结束了。好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